刚刚谈到的这个关于这个禅修的这个心念，我们一开始发什么心来到道场，我相信大家都是发善心来的，可为什么会变质？会变质的原因呢，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，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因素？就是所说的我们的无始劫的串习的力量。这个串习的力量哦，是最为严重的。习气，而此习气呢，它就形成了我们的业力。所以我们常常谈一个业力，业力，其实这个业力呢，我们比较具体的去做一个说明，是我们无始劫以来那种串习的力量。那种习性，我们想要来学佛，那一刹那间或者一进入佛门的那个善心善念呢，是很真实。可是何以故呢？会有所变化。有些人会脚步加快，进步的很快；有些人会怎么样？反而退了，串习的力量。而这个串习的力量怎么样？很多的缘，缘分呢？这个缘呢，有所谓的什么种种的缘，有人、人事、人、事情，某个人让你改变了你的想法，某个人让你怎么样提升了道心，甚至某个人让你怎么样退失了道心，事情。尤其我们碰到的事情，历来事情在考验的时候呢，怎么上面带几个吹哇，或者什么，怎么好事都轮不到我，坏事怎么都是我，事情让你起了什么样的心习气，它彼此之间会相互影响的，人事情。所以僧团里面不论在家出家，都必须面对人事的考验。所以人事呢，直接碰到的就是我们的无始劫来的串习的力量。无始劫串习的力量呢，让你这个业呢，让你的身口意产生了变化，让你的身口意直接产生了变化。就好比我们看到某个人，一看到就哎，这个人虽然我们平时不认识，可是第一次一见面就讲对言，可是对言如能教，一开始是善言，不要闭白言的嘛，有诶，一开始是白言，不要闭好言的嘛，有些人啊，一开始到结束就是这么样的平平淡淡。好，那么怎么样能够让此善念呢？整个成就就是我们要观照的，我们要修禅定，就是要把这个串习的力量。无始劫来，今天会落到欲界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串习的力量，就是什么？欲望。所以你也很切娃娃嘛，很切，那差不多咔咔咔咔，你打开来到家了。串习的力量，怎么样串习的力量？欲，是我们都来到欲界嘛？我们有来到欲界，有来到欲界的标准嘛？只是来到欲界，有些是善根比较深厚的，有些善根比较薄的，有些是善根比较深。他来到这里，一样来到欲界，可是他只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他大概欲望就少了。有些人十年、五十年到一百年了，他欲望还是很重的哈。光看别人啊，假如这回又进掉了马路。真的是这样的，这不是针对年龄来说，这是在告诉欲界众生，有些人嘛，来到这里反而让他的欲望怎么样不断的增长，有些人是来到这里欲望的怎么样
不断的在舍掉。同样有欲望来到这里，有些人是欲望的舍离，有些人是欲望的增长，串起的欲望。那我们如何让这个修行的力量能够把这个定关照住我们的习气？所以定就是要服我们的习气，把这个习气呢压住了，扶住了，然后产生慧观，产生法相啊，比如说那个慧的力量去怎么去完全洞照，完全洞察出我们的习气，把它怎么样蒸发掉，然后完全的扫荡掉，就是慧的力量。但是你必须先把无始劫那种串起的那个习气的那种，先把它降服住了，你才能够怎么样把它全盘的脱离掉。所以这里要提到，在僧团里面啊，为什么要安排很多的人士去磨练，然后就看你的定有没有把那个习气把它降服住。对，习气不容易降服，尤其初学者，老参也一样，但是初学者面对习气的降服是最为困难。面对的人，这个人你认识跟不认识的，你的心理状况不一样的。这个人是你的六亲眷属，跟你的非六亲眷属，你的地念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为什么在僧团里面呢，尽量的六亲眷属尽量怎么样不在同一个道场用功修行喝一步，才不会产生彼此之间的怎么样干扰。怎么样的干扰？亲情的干扰。因为来到这里必须是理念的结合，假如你的情绪，你的情绪已经超越过了你的理智，你的修行是有障碍的。你的情绪是超越过了我们的理智啊！你心情好坏，你今天心情坏，爸爸妈妈来，你心情坏，把爸爸妈妈讲一声，三万块坏，你就是情绪影响到了理智。有理智的人，我心情不好是我某件事情让我不愉快，可是我面对别的人，他没有让我心情不好，我为什么要对他不好？可以，我必须要对他还是什么？还是要恭敬，那叫做理智。可是有些人是情绪怎么样胜过了他的理智，就是定力不够啊。所以这个定啊，你别定呢，平常我们看不出来，可是他在修行上呢，他有一个现象的力量。某一个人，某一个现象这样来呢，你的定。所以佛教在谈的那个定的力量，不是只有在打坐的时候才称为定，而是人跟事情产生变化的时候，你能否用定的力量把你串习的那种习气降服住了？还不是在假哦，那是一个因定而有解脱的，只有把你的习气串习的力量压住了，你的情绪。透过你的理智，那个情绪就是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无名形式名色六路触受接触了感受到了，但是我不起贪爱，你情绪降服了，你不再贪爱，你就是理智。你透过了一个理智，我们称理智，我佛法称为什么？智慧降服了，那你就是解脱自在者。所以修定是在辅助着我们呢，能够呢有一个解脱的力量，这蛮重要。那初学，首先我们就是必须要了解到我们的情绪还没有办法很好的管理，所以都尽量的能够怎么样，透过戒律、僧团的规矩去约束着我。你只要一开始你觉得说，规矩之类的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不行，你就觉得整个心里就烦躁了，就是你串习的力量快压不住了。就像什么，就好比我们有做了提防，我们这个水沟做好了，这个提防水坝都做了，可是呢，倾盆大雨一下来，站不了，崩溃了，溃堤了。为什么会溃堤？你这个提防做得不够好。
你不管你到哪一个道场，除非那个道场不守规矩的啦，一旦有规矩的，他就是像一盆倾盆大雨，你就是这样想。那你的管理的程序，你的情绪的管理有没有按照这个提法把它做好？你为什么会崩溃？那我们必须了解，你的这个防护的力量不够强。那当然会有一些善巧啊，当然难免会有一些善巧，只是我们要了解到，生团有一个规矩，这个规矩就是要辅助着我们怎么样，把这个无始劫的串心的力量呢，把它消灭掉。那不论在下都一样，所以为什么要有受五戒、菩萨戒等等之类的啊，比丘的啦、啊、包括戒以外的僧团的一些规矩，这些规矩绝对不是只针对某些人，它是针对人的习气串习的力量。这串习的力量啊，最容易让我们怎么样起无明起颠倒。所以修禅定，修禅定呢，除了我们这个平常所了解的坐在那里眼观鼻鼻观身，做到定的力量、定的现象，你能不能够呢？你能不能够怎么样善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有起作用？面对人、面对事，你的习气一来了，你可以把它降服住。《金刚经》讲的叫降伏妄心，安住真心，不然你人面对了人习气依然脾气赶快加快，这个人的福报响了，你就不出生到了，因为你今生看到两派脾气不一样，听懂意思吗？就是这样。像这个，你看这个出生就是一个没有智慧，像狗，当我看到没想干的，就要来你追。你刚看到人就要赔，我们必须，我纵然不高兴的人，我也会有一个理智，但是我告诉我不能对他不高兴啊。我四大五欲无我，他也无毒我，我也空，他也空，那我跟谁在生气呢？我跟谁在计较呢？此受一苦，此他受一苦，此受苦，苦就无常，无常就无我，那自然你会透过慧的力量，就怎么让自己的境界提升。所以平常啊，真的要多学一些禅的就好。那师门的一个力量里面，让你了解到，他了解到众生种种的习气，因此呢，觉得我们一个修忏悔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虽然在仪轨上，我们现在的法会很热闹，不管它怎么热闹，我们首先第一个起恭敬心，起悲悯心，起殷重心。恭敬心、悲悯心跟殷重心，那殷重心是说很难的说，啊，有法师、有三宝、有这么多的因缘，让我们能够有此道场用，那种殷重心很真。不管他法会的进行仪轨如何，我们先首先要培养的是那种第一个恭敬，所有恭敬就是什么，不能抱着一种无聊来半佚佗的。啊，是个反正就因为无代志，就我个人嘛，啊，因为想要去甲上开讲，所以我来参加这边的法会。啊，是我就想要看书，我哎呦，就是这样，我是想要看书，就我来参加法会，嘛是这个呀。啊，我也是啊，我就足够无看了，我对着屏，我想要看了屏，所以我参加法会。这个都可以成为附加条件，但它不能成为我们内心的主要条件。必须要了解，这个主要跟次要的替换不同啊，内心起的力量就不一样，内心起的力量就不一样。我要专程去给你拜访，跟我顺续去给你拜访，有感觉吗？你的心就是不同。啊，我就拄仔要看病，啊，都顺续了咧，我咧，啊，就直接啊拜，我就不做要给你拜，啊，你若无介信心要找我，有来，那个一样就到了。所以那个主要跟次要，你们必须要认识。我很真诚、很恭敬的以此道场，我要去参加共修。那也因为有某一个，也是某一个法师啊，某一个人啊，某一个朋友呢，
他也在那里供修，也让我们呢是人成为真善人，但不能成为我们主要的人，成为我们真善人。真善人，那我觉得后来叫我给这个他，我多了一个安全感。OK， 可以成为真善人。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伊底下你是要去拜佛，总是要拜朋友的哈。所以那恭敬心就是差别在这里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，哎，主人有没有上帝，要不要停？我们就世间的思维觉得很正常，但是就从出世间的角度呢，你大概已经失败一半了。为什么恭敬在这里不同？像我们要去寻师访道啦，好，要去参访善知识啊。就是那种很真的要去见到他的那种心情恭敬，像五祖要去六祖要去找五祖，有没有先了解一下我的朋友没有住在那里，我才要去拜访五祖，他躲到国外几天看那里，没有那种三尺鼎立的，没有因某些人士而去，就是一个恭敬心去的，恭敬，然后悲悯心。这个悲悯心呢，要等同像佛一样，就像佛由是成本看到众生生老病死，就感觉到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老病死，我也不例外，所以我想要找一个可以令众生离开生老病死的法门，那个心叫做悲悯心。不是哪话好，因为你既然够打给弄个要死的，你也能够，那个才是好，那才叫做悲悯心，就像护持正法一样。那才叫悲悯心。世尊就是因为这种悲悯心而舍离太子，宁可去出家修行。再来就是因重心，这种因重心呢，不管这一场的用功，这个打坐面对多少的苦难，我都不会退失道心，那叫因重心。众人要规矩两间嘛，不要紧。就像我们要求受戒、求受三藏大戒，安尼要规矩每一日。你看好，规矩的改动，我今年规日了，我才无爱嘞。你算啥？那真的是做什么？虽然你已经人来到道场，很恭敬来了，我很恭敬的要来这里，来听经闻法。可是师父就偏偏要我在那边跪一个小时，要不要跪？要。因重心。你别以为人家在刁难你，人家在瞧不起你，没有，他是要让我们借此因缘培养我们的因重心，再苦我也不会放弃。这三个新句子，他绝对可以先参与成功的。OK， 下课了，再见啊！阿彪就是傻逼思维啊，平常不教的。这些观念，我们要把它建立起来，说起才有帮助，不然嘛，恐惊啊，就怕事啊。好，我们还是要回下来哈。啊，请那个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以众生，我等以众生，愿你成佛道，皆往成佛道。